我是 Enter，欢迎收看 Enterbox。原先我有猜到，ASUS Store 即将要推出 AS 三三这个系列，但是没有想到，随着这次机种的推出，更带来了 ADM 四点零的更新。 在上一部影片中，我有提到 S 三三零四 T 这台适合居家备份的硬体开箱，以及我非常高兴 A D M 四点零的一些新功能。有些功能真的是非常棒，用过就回不去了。第一个就是 Dark Mode，现在看到设定还有 File Explorer，它都会是可以选择要白色的背景还是要黑色的背景。那我都是选择黑色的背景，真的是非常棒。除了上次讲到的视窗控制选项可以调整为红绿灯，这一个它的设定就是在右上角这边有一个账号，那点进去以后，第一个个人化设定，那找到主题这个分页，如果是习惯 Mac OS 的使用者，就可以选左边的红绿灯的。 样式，如果是习惯 Windows 样貌的，也可以选右边的。这边也跟着上次影片，我觉得我的讲法有让大家误解，澄清一下，其实 a d n 在以前这个地方就有红绿灯跟方形的，是可以选择的，并不是这次四点零才有的新功能。那当时说整个界面改的超像 macOS，主要是综合当时看到的一系列的改变，像是超像 Mojave 的 Wallpaper 以及 Spotlight 也改的超像的。那这个我等一下会讲到。第四个，我们先看到这一页的下面还有进阶选项，也有一些改变，像是桌面的图示，除了原本的圆角矩形，现在还多了三个样式可以选。不过我。 我个人还是比较习惯圆角矩形，所以我觉得多出来的三个我现在是用不到的。那回到桌面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改成圆形的样子。那就像刚刚讲的，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习惯圆角矩形的样貌，所以还是马上改回来吧。那这边第五点，我觉得小细节啦，就是平常如果你要点选 app 的时候，游标移到 icon 上面的时候，周围会有光晕浮现的动画来 focus。在4.0光晕的范围就更大了。嗯，我理解这个应该很多人感觉不出来，但是因为我点选的时候发现，哎，这这感觉好像跟以前不一样。仔细比较一下，发现对，这个光晕的范围真的变大了。 app 的点选上感觉也更加精准了。第六个就是一些 icon 的小改变，像是平常最常看到右上角这个通知，原本是一个铃铛的 icon，现在改成了简讯的 icon。那其他 icon 也有一些小改变啊，还有一些零星的系统设定中的选项也都有一些变化。第七个就是最右边的控制台快速选项里面，各个群组之间的间隙拉开了，有保留比较适当的空白，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整齐，不会那么有压力。这边就比较多 icon 有改变，像是 Energy Saver 改成了排程，而且里面的内容也是有改变的。还有下方的服务里面，原本 Windows、Mac OS 的。 图案和文字现在分别改为了 SMB 和 AFP，而仔细一看，这两个 icon 其实就只有颜色不一样啊，这个构造完全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仔细一想，这里有一半的 icon 就是四个元素，然后和颜色去排列组合出来的。整体来讲，我真的是觉得没有什么记忆点，变成还是要看文字来判断。那我觉得这方面未来是可以改善一下的。回到刚刚讲的 Spotlight，以前就在右侧有一长串可以列下来，但是现在改的超像 m a g o s 的，在画面上就是中间偏上。而这样的排版也让 ADM 4.0的 Spotlight 在点选档案的时候，可以直接看到右侧。 可以有预览的图片以及档案的资讯。那如果你是 Mac 的使用者，大概就会觉得这个探照灯的功能，相较 Mac 来说，其实是相对阳春的。但是我觉得华为现在能够做到反应速度这么快，就已经很棒了。毕竟在 Windows 的搜寻功能虽然也很快，但它就只有列出近期的几个档案，而不是全部列出。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，我觉得 Spotlight 一直是是我蛮喜欢用的功能。地球功能就帮大家省了一百二十块。由于 ADM 四点零是基于 Linux Kernel 五点四去开发的，而在这一版的 Kernel 里面加入了对 X Fat 的支援，因此以后都不需要再花一百二十块。 跟华云买 Xfat 的 license 了，我觉得这非常棒，因为我目前每一台 NAS 都是有 Xfat 的这个 license。那以后如果内建就有资源真的是帮我每一台 NAS 都省了一百二十块。第十个是 OpenSSL 的升级，从 TLS 一点二升级到 TLS 一点三，除了增加了稳定性还有安全性，效能也有些微的提升。华云表示他们的测试结果其实根据机型会有不同，普遍来说效能有两 percent 到十 percent 的提升。第十一个是 s a m b a 升级到四点一二版本，相较于之前的版本也约略有五 percent 的效能提升。那对于我们用 Mac 来连线的使用者还有。 几种，虽然我觉得不太可能实际上感受到速度的差异，但是理论上来说就可以有更好的稳定性还有安全性。第十二个，我注意到这边有一大串的注意事项，其中 iTunes Server 是我之前比较常用的，那我看到它会被 On Tone 取代，那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这个使用上有没有什么新的功能。第十三个就是我这次开箱的机种是 A 3三三零四 T，然后我额外找了两只 IP Cam 来试试看 NVR 的效果，两个都是 Force Cam 的无线 IP Cam，虽然是无线的，但是它还是有 RJ 四五可以用有线网络连接。第一个是比较高阶的 R 二 M，价格大概是两千七。 它可以上下左右摆头，左右可以转三百五十度，上下可以转一百度，转动的功能也可以在软体里面操作。而且呢，有红外线的夜视功能，也可以用 microSD 的储存录影。另外，它还有加强的天线可以安装，那底部还有相机用的四分之一螺丝孔可以安装，通用性就非常高。那另外一款是比较便宜的 c r m 价格大概是一千八，同样也具备有线跟无线的连接方式，而电源更是使用五伏一安培的 microUSB，安装上就更加便利，也可以搭配 microSD 来录影。c r m 主要就是看中它小巧的外观，算是同类产品中体积比较小的，放在室外。 像是七楼白色的机身就不会那么明显。那它的底座虽然是比较阳春，但是具有磁铁，安装上也可能性就比较多。两款都有支援到4 D 的录影，而且也都有红外线的夜视功能。而且这两款的外壳，其实我觉得做工还算不错，有略微超过我对这个价位的期待。而在华云的 NAS 上就是要使用 Surveillance Center 来监看。我发现这个 App 目前是没办法在 Mac 上面播放的。后来跟客服咨询以后啊，大概了解到就是说未来的更新版会加入对 Mac 播放的支援，但是目前具体时间是不确定的。所以我就转用了 Windows 来尝试。但是这个监控中心的。 界面真的是非常的复古。要设定 IPK 的时候，有许多步骤都要等它在那边转彩球，看它那个载入中要看好几秒，真的是等它会非常发狂。那好在这个东西理论上设定好以后，就不太会需要经常去动它了。用 IPK 连接 NAS 的目的，也除了为了储存，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在手机上面可以观看。那在 iPhone 上来讲，就是要用这个叫做 AI Secure，就是对应可以监看的软体。但这个 App 连上 NAS 的 IPK 后，经常会闪退，而且我换的另外一只 iPhone 也是如此，所以我认为应该不是单一只 iPhone 的问题吧。那总之这次用华云的 NAS 搭配 IPK 后。 效果真的不是很好，让我扣了不少分。那客服跟我的回应是说，因为这一台三三零四 T，它的作业系统现在 ADM 四点零。 Surveillance Center 它目前还是 beta 的版本，就像这边提到，在下一版它才会更新。那基本上下一版更新后，应该上面这些问题就会解决了。所以我现在反而是回去用 Force Cam 原厂的 VNS 的软体，整体来说真的有比较好的稳定性，操作性上面也比较多，功能也非常齐全。那只是暂时无法用到 NAS 来做录影的储存。如果这个 VNS 的软体真的真的要说缺点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这个语言的感觉，它是简体中文直接翻译的，并没有很好的调整到适合台湾使用者习惯的一些词汇。另外这次搭配的硬碟是希捷的 Iron Wolf。除了上部影片提到，它在软硬体上。 上面有很多专为 NAS 所设计的，虽然这不是四点零的新功能呐、啊，但刚好有机会专门一集就讲软体的，我就觉得顺便讲一下好了。在 A 店的作业系统当中，它也有一个专属的工具是可以免费安装的，叫做 Iron Wolf Health Management，通常大家都是简称它叫做 IHM。它安装好以后跟一般的 App 不一样，一般的 App 安装好以后会出现在桌面，但是 IHM 它不会出现在桌面，而是会在 Storage Manager，这中文叫做储存管理员这个 App 当中出现。那如果你有安装好 Iron Wolf 的硬碟，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可以看到硬碟的 Icon 变成 NAS 狼的。 logo 了。其次，在健康状态里面，还有详细资料里面就可以看到更多细节，这些都是 Iron Wolf 独有的功能。如果是其他厂牌的硬碟，就不会看到这些。而且，即便如果你需要希捷自家其他细节的硬碟，也是没有的，一定要 Iron Wolf。就像这边画面中，还有一颗希捷的 Berakuda 的硬碟，它也是没办法启用 iH m n d 的哦。好了，那以上这一集就是有关 ADM 四点零的软体更新，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看法。邀请你按赞、订阅、分享 Enter b o x 我是 Enter，我们下期再会。